关于邪淫和如何防止小孩邪淫意淫的问题。作者：福安古观音阁。这个问题比较沉重。印光大师也讲过，说有个人他生病好了，印光大师本来想劝他要戒房事。但大师是出家人身份，莫有讲得很直接。果然不久，那个人病后不戒房事就死了。印光大师就很难过，觉得莫有当面讲白了这个意淫、手淫、邪淫的问题。出家人讲的也是蜻蜓点水，不会深入讲。这次讲几点，为什么会犯这个邪淫的问题。犯邪淫、手淫、意淫，失去的是人最宝贵的精气神。人有三宝：精气神、那意淫、手淫就让人失去精气神。那精气神跑哪里去了？就是被冤亲债主吸走了。尤其是手淫和意淫，对身体损害比夫妻行为损害大得多，直接摧残青少年的健康。意淫就是意念中的淫欲，加固了脑袋的意念思想，让意念淫欲越来越重，整个人就想住男女之事，两眼无光。同时从中医上看，还伴住深深的忏悔自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觉得凡是犯这个病的都跟欠债有关，尤其是命债和钱财债，冤亲债主就通过损你的精气神来悬。精气神在某一个程度也代表住钱财，因为你精气神不足，必定做不了大事，而且生病也就是能破财。所以要克制这个欲望，一定要从还钱财债、感情债开始，多念金刚经还债，念地藏经来增加忏悔。有的人好吃，有的好色，有的好宝贝，都是前辈子的业力，所以要忏悔。还有的人做的行业，比如开酒店，酒店有情色的，或者卖让人起性欲的东西，或者写情色的文章，还有拍人体的，还故意当成艺术的。这一类的人，如果业障现前，就会起这个淫欲的业。再一个，如果自己过去生侵犯少女，或是破坏别人婚姻家庭，乃至自己对感情不忠贞，这类人身上就莫有护法神，或者护法神力量不足，就会犯意淫和手淫。现在很多杂志还有广告都以美女为主，让人起淫欲的。办这类杂志广告的乃至买卖的都会犯这类毛病，起码来讲下辈子就会犯。还有一些是躲起来偷偷摸摸犯邪淫的，看黄色网站的，这一类也让人阳气不足。总之跟欠钱债和感情债有关。或者有些人就以为自己漂亮，吸引异性，甚至爱化妆，也容易感召意淫和手淫的恶业。表现出来要么是脸色很白，要么是脸色很黑，身体有臭味，甚至是妇科病。还有的人把房子出租给人卖淫的，甚至卖淫欲用品的，还有买卖、流通和生产淫欲用品的，这些果报都会让自己产生淫欲。还有的画家、摄影的、搞电影的，如果里头都把女人当成艺术的，实则是淫乱，那果报也是让自己起淫欲心，损福报。还有作家拼命写男女之事的，哪怕的讲也是损阴德，好比贾平凹还有王小波等。这一类写的人物有些思想有问题的，那也是损阴德的。这个问题要讲起来就很多了，尤其是女的唱戏的、爱化妆的，这一类往往要很谨慎呢。你看那些明星几个人婚姻好的，很少的。现在这时代，网络上的信息给人的影响非常大，一定要多劝孩子去念经，自己也能念经。
还有在经商过程一定不要带住酒色一起的。有个人带住客户去酒店找三陪，不久就离婚了。还有的人通过这个方式，结果呢，不仅自己破产，而且快40了，婚姻都没住落。所以希望有文化的人多多转发阴德的文章，让人能借邪淫的、借杀的文章来弥补过去造下的随喜邪淫的恶业。现在很多人只记得赚钱，其实要留给孩子前进的、莫有恶业的钱。包括邪淫来的还是随喜邪淫的，这些都不能要啊。这些前功祖先，祖先都蒙羞啊。如果问邪淫后果严重还是杀生严重，可以说邪淫是直接破坏对方家庭的，对象是人，果报更严重啊。大家要特别谨慎，家庭不幸福的话，不忠贞的话，社会就有灾难呢。所以大家以后用微信朋友圈等各种方式多多宣讲邪淫的因果报应的故事，让人能头脑清醒一些。现在社会邪淫是个大问题，对人幸福的一种大冲击，所以一定要多多宣传，不邪淫就不会犯堕胎恶业，这个事情是造福子孙的，一定要切记。还有很多人大年龄未婚，都很邪淫果报有关的。邪淫手淫让人福报减少，自然不容易找到眷属。所以要忏悔，多念经，同时多发愿护持三宝，尤其是有钱的，一定要发愿护持三宝。或者定期造佛像、供僧，你有愿力在，护法神就会把你保护起来，不会遇到恶之时，而是多遇到善之时。前提是你要有度众生的愿力，愿力很重要。愿力包括你念多少部经，护持道场多少钱，甚至劝多少人念经吃素，这些都是你愿力的范畴。但是要记得，一定要很具体的数字才可以。你有愿力了，佛菩萨就能护持你。佛菩萨和凡夫的差别，就是愿力的差别。记得，一定要有愿力。护法神凭什么护持你？护法神神通力量比你大，为什么要护持你？就是你有愿力。所以一定要有愿力，这辈子不要只为了自己活的愿力。